我这相对你咋能好排点？对，比较好好排。我这算胆囊炎吗？相对来说有点，但是不严重啊。所以说你没啥症状。所以我就怕有一天他们说疼得要命，我说害怕，我说赶紧来治疗吧。别人一看西医问都说那个让我切，然后终于我说还想抱点希望，我说保胆保胆。可能有点小是吧？啊，是我一看这胆结石太吓人了，之前体检没当回事，我一看三点多，上回 CT 检查是1.0，我做完才上3。你现在肝胆区有症状？不知道算不算呢，就是最近这一个月有点紧张，就这肋骨，有时候这地方疼，有时候这疼，有时候这疼，这就气滞。肚脐右下边或左下边也疼，我都不知道是阑尾炎啥，还是跟这个不是与阑尾炎没关系，这就是你查出胆囊结石以后啊，有点焦虑了，有点对，有点担心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担心了。你原来本来你有胆囊结石呢，就是肝胆气郁啊，对，就是你一担心。气郁加重了，是以前什么症状都没有，对，看完省医院一告我住院，我当时就懵了。我可能有点吓着了，对，有点吓着了。嗯，你看这种解释，看了没？这一节都是你上说你是没事啊。行，三个还有点咱们一个呢，就是把胆囊的啊这个体积变成正常大小啊。你那个胆囊我这算小是不？对，胆囊有点小。哦，你吃饭了吗？做这彩超声啊？没有，空腹做。对，你这胆囊有点小。哦，月经来了？算是正常，但是从小到大就痛经，原发性痛经。痛经的话，小肚子疼的时候凉不凉？还行吧，没什么太。他一般痛经啊，中医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寒，中医叫寒凝血，第二个就是血瘀造成。月经有血吗？还行，偶尔有点儿，量少，量都算正常，来的时间也算比较规律，就是痛经。痛经的时候腰疼，有时候偶尔会，但不是月月都这样。我这相对你啥能好排点？对，你这好排。我这算胆囊炎吗？相对来说有点，但是不严重啊，所以说你没啥症状。就是我就怕有一天他们说疼得要命，我说害怕，我说赶紧来治疗吧。别人一看西医问都说那个让我切，完了中医我说还想抱点希望，我说算，保胆保胆。是是，你就网上看视频看到这个才过来，把以前不知道看中医，要早知道早过来好了。是啊，这撑4年了，越长越大。我遇到医生我打个岔，那我这排的时候会有感觉吗？就偶尔的会出现点肝胆区的刺痛。就一两秒过去了，就不会掉胆管了，因为别人总说会掉胆管。不是，他肯定会掉胆管啊，对，从胆管上面排啊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有个同事。他扛不住。